修好啦，几年比几年更加夸张。老师，你更加粗吧？什么？真的是龟耶！龟的面包啦，太可爱了吧！一种更难忘了。老师，太夸张了。那你一人几分？啊，你老婆都摕到什？摕到什么人诶？你才提回来去？哎，头领个是平安呢。那是平安龟啊。老师，老师，今年才十八岁啊！我当年拢十八岁。我十八岁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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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八岁